记者林一章嘉义报道，嘉义县议会今天召开第21次临时会，会前由议长张明达及县长张花冠代表与各议员及工作人员一同起立为静鹏工业坪镇场火警殉职的两位嘉义县级消防员默哀，表达不舍。张花冠并宣布，警消人员工作危险性高，规划让嘉义县警消人员的超勤津贴每月提高1000元，最快9月实施。警察消防人员超勤津贴由中央政府补助12000元，过去嘉义县警消超勤津贴并未提高，而邻近的嘉义市则由市府再加码5000元。常被作为比较，嘉义县消防局统计，目前局内实领超勤津贴人数350人，超勤加给提升1000元后，每月增加35万元，一整年增加420万元。嘉义县警察局统计，目前局内实领超勤津贴人数1123人，超勤加给提升1000元后，每月增加112万3000元，一整年增加1347万6000元。县府一定会成为警消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张花冠表示，嘉义县财政虽没那么优渥，警消的超勤津贴一直跟其他县市有落差，希望本次提升超勤津贴可以连带提振警消人员的士气，